先分享先啦、啊，你们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个人主页右下角爱心刷上来。空气净化器还没有到，最近 这两个月的货都会比较慢一点，比较卡一点，没有办法 cash flow 卡着，那个果快快卖完啊，我有 cash flow 就可以进空气净化器了。Hello, you know, 来先帮我分享一次先啊，每位宝宝。二舅觉得锅还有，可以直接后台下单。你要讲这个是吧？这个是吧？来，你们很多人没有分享嘞，我看到分享次数才十多次罢了嘞，帮我先分享一次先好不好？Jenny Tan，你没有分享到，要公开分享。IMAX 系成家有货吗，表姐？剩下一架好像是。剩下最后一台 Kenny Tan。要的话在后台那边。因为没有摆出来，就是讲剩没有多少，剩下最后一台，你要的话 inbox 下单啊 ，Kenny Tan。OK， 哎，还有个还有 Stainless Steel 保鲜，沙钢还有吗？沙钢有，也是 inbox 下单。inbox 下单啊，来，每位朋友先帮我公开分享一次先。先帮我公开分享一次先啊，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因为分享次数太少了。OK， 我们这里没有要求你们分享五次、十次的，一次就可以了。我自己先帮我自己分享一下先啊。
然后右下角的爱心呢来说上来。有点累。哇，够力哦，23次分享不了。你们这里有163个人，然后只有23个人分享。苏珊，大家先分享先来，每一位先分享先，不然他人数上很慢啊，我就比较慢开始，你们又会觉得我口水多过茶很长气。好，你们先分享一次先，在你们个人主页那个人数给他上快一点，我就可以快一点开始分享个人主页的小组了。谢谢你，那底数哪里？下午好 ，Alan 呀。Hello， 潘兄，请问。Hello，Alistan。Hello， 来美旺，中午好。实验室你分享了，谢谢你。右下角爱心说上来啊，下午好，杰森抓。这个直播两样东西啊，等我去确认一下数量先啊。138，我看那边，哦，我看那边剩88罢了啊 ，MC， 我们看那边88是全部加起来，威豪斯跟这边加起来了，88发香，不止吗？不是，88它就有800多个，啊，对了，88，88了，就是说两边加起来了，两边加起来啊 ，OK。留给我，我今晚过来拿。你们开到几点？你要 inbox 啊 ，Kenny Dan， 因为我怕等一下有什么来小编帮 Kenny Dan 记录一下先。他要那个 IMAX 的吸尘机一台，那个无线的，剩下最后一台留给他。来，先分享先啊，人数不够哎，分享次数100次都不到哎，我看一下。我才78次分享吧，爱心说上来先啊，我放低一下先，顺便等人哦。Good afternoon， 安妮妞，先分享一次先。还是今天飞兽又在锁人了是吧？哎，飞兽有锁人吗？刚才那场没有。没有啊，去高锁吧。400多就没有锁人了、啊。百多，你现在多少？160哦。这样你的有锁咯？所以我就讲锁哦。锁你的咯。阿佑哥，我又要跟老千买东西，又要看老千开直播了，没有生气了。你们开到几点？面交到6点。面交到6点啊？面交时间到6点，到六点。10点到6点。然后礼拜天也是有开的，所以如果你们平时时间啊，你们做工啊，你们不得空嘞，你们可以安排礼拜。OK， 你们可以安排礼拜天来开，哦，星期哎不是礼拜天来开，不啦，星期天你才过来也是 OK， 因为我们星期天。但是你那台嘞，你就要先下单先，你要先下单先，因为你没有下单的话，剩下最后一台，等一下他们如果后台有人接到，他们卖掉哦，这样你白来了，所以你要跟他们下单先哦。秘书下午安啊，午安。OK， 170人了，170人少咯，最少还要300人。等多一下先哦，用我就是喜欢跟老千买东西，谢谢。
梁淑珍下午好。我们等多一下先啦、啊，又在巴兰迪鲁安送龙波 W nine 啊，我写几个袋啊，要啦，又等我啊，都就不落啦，半写又说要写几个袋，啊，都有让多个袋 ，OK。你刚才先帮我分享一次先啊 ，OK， 面交需要当天给现金还是可以？你可以先转账，转账啊，你来面交的时候直接收你的转账证据 ，OK， 可以去单 line share 了，谢谢你。六点赶不及我，晚上 transfer 给你们，然后 inbox 给你们啊，可以。哦、oh, ，你现在先下单先，你知道吗？给你单，现在先去后台下单，剩下最后一台不了，没有了的，没有了的，就那最后一台不了，你真的要你赶门下单，直接下单就保留给你啊，然后你晚上转到可以啊。六点半可以吗？你问一下表姐咯。哦，每次他们算账了，你们才来的。OK， Jennifer 蛋分享了，谢谢你。Hello Love 啊，先帮我分享一次先。我汇款了，可以帮忙叫小把手回复我啊，他跟着时间回复的。OK， 跟着时间回复，你不要一直去 spam 那个 message。比如说你汇款了，你直接发个 slip 过来，截图发过来，名字、电话、地址，你全部哦发就可以耐心等待了。等我们出单给你们 ，OK， 等我们出单给你们啊！哇，边总，谢谢你哦，邓家多朋友，来，大家右下角有那个爱心，来刷爱心上来先，来，这里啊，这里啊，你们有这个爱心，啊。OK， 这边说上来，来就开始分享了，都干什么了？啊 ，Sally， 你先把分享先啊。好友几时卖花生酱？如果你要花生酱，你可以 inbox 下单先。OK， 你可以 inbox 下单先啊。啊，把爱心说上来先。面交可以用 Cash eWallet、QR Pay 付款，对，谢谢你。OK， 如果你们是说不要用现金的，你们来面交，你们直接用 Cash。eWallet、QR Pay 我们都接受了 ，OK， 因为现在 eWallet 很多人在用了嘛，你们可以用 eWallet 来接收 eWallet 啊，我们有都有 ，OK 都有。iMac filter 杯有的有任何东西坏了，在我们这里买的，你只要 inbox 我们跟我们讲，然后我们会帮你们订回来。我那里每次都有这样，问一下而已啊，没有啦，因为你讲出来嘛，很多人在看嘛，所以我必须要讲一下表姐的感受。OK， 其实他们面交了哦，正确来讲，他们其实下班时间哦，他们通常是在七点的，但是因为每一次面交呢，有些人八点来、九点来，导致到啊，他们有时啊，他们十点都放不了工。OK， 冲收凤啊，分享你没有分享到，你名字上面没有分享着，我订的货寄了吗？你有收到那个出货单就可以了，就是寄了的。OK， 尽量不要去 spam 你们的 message， 因为如果你们一直去 spam， 你们信息越跳越高，这样你就很慢，不要紧张。OK， 你这里你只要你有汇款，你有发名字、电话、地址来，耐心等待 ，OK， 一定会出到货给你的，你不要一直去 spam 啊，一个小时没有回复，你又打一下，这样你又跳上去了，哦，又没有回复，你再打，这样你的信息越跳越高。OK， 越跳越高，真的是有人试过啊，每半个小时问一次啊，结果啊信息越跳越高，一整天都轮不到他，所以哦，不要急着去 spam， 我们一定会回复你的。哦，我每次都是妹在骂地，还是没有排好东西就去店了啊，很好，好事来的吗？好事来，这样是最好的。OK， 这样是最好的啊，来，所以每一位分享先 ，OK， 好了，来，要介绍你们这个经验，但是呢，我本来以为货会很多 ，OK， 也没有很多 ，OK。88盒，啊、这样有多的拿出来送啊，应该是有是吧？有 OK， 来这个啊 ，OK， 马卡达面，我先介绍先，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买过的，买过的朋友你们是只要直接下单的，你们可以打上来了的 ，OK， 可以打上来，要一盒打 A 加一，要两盒打 A 加二，我先介绍给还没有买过的朋友先，给他们知道这个什么，因为刚刚到货。OK， 来，所以这个是 Premier Australia 的 Macadamia Nuts 啊。OK， 它不是核桃啊，核桃是核桃啊，核果是核果。Macadamia 叫做夏威夷果啊。所以这个夏威夷果呢，啊嘛，它是 product of Australia 的啊 ，make of 100% Macadamia Nut。OK， 什么是 Macadamia？ 来，我这里直接给你们看啊，我很醒目的，是要过去面交的，是啊，这样是好事来的。
OK， 花，你的单号已经出了，注意看你的 inbox 啊，昨天已经出货了。可以来，这个就叫做 macadamia， 它叫做夏威夷果啊，它叫做夏威夷果。那我给你看一下先啊，因为这个呢，基本上很多你们买的是小小粒的，吃了不过瘾的啊。这个我们卖了过万盒了的，我先给你们看先。哇，这么今天江南吃的，哎，拿一个剪刀来剪。没买过呢，你看一下，这个我跟你讲，你没有吃过，你可以试试看。OK， 你可以试试看，你吃一次啊，你就什么啊？我讲啊，讲难听一点啊，你吃一次就好像吃白粉这样啊，上瘾哦。OK， 来，这个是连壳烤的啊，连壳烤的，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OK， 全部是真空包装。那你要怎样来吃啊？注意看啊，这个啊，你只需要敲吧。OK， 它这样大粒。OK， 每一粒都是这样大粒啊。这个我们叫做夏威夷果啊，夏威夷。好，然后这个夏威夷果呢，来直接可以吃了的，直接可以吃了的，懂吗？你可以来当零食吃，但是这个呢，可以给小孩子来当零食吃，因为它对脑部发育很好的。而且这个呢，它是100% premium Australia 级的，明白吗？因为这种哦等级有大，可能你会奇怪，这么我以前吃的小小粒的，这种你们今天的 macadamia 呢，它有分很多 grade 的。有分很多 grade 的啊，这个来讲呢，它是 premium grade 的，所以它比较大力，然后它是直接下去烤的，真空包装的，很好吃的，我没有骗你们 ，OK， 很好吃的，没有骗你们，你们没有吃过，你们买到你们又知道了的 ，OK， 然后全部是真空包装，就是说你收到呢 ，OK， 收到呢就是这样一盒 ，OK， 就是这样一盒啊，里面全部真空包装，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了的 ，OK， 然后你也可以拿来炒菜，全部 OK 的，没有问题的啊。OK， 如果你炒菜，你不要这样大力，你跟它打碎一点来炒，也是可以，直接可以拿来炒菜。OK， 不一定要每次放腰豆，你放这个夏威夷果。OK， 放这个夏威夷果也是可以啊。OK， 马卡拉米啊，看到吗 ？OK， 那么我们卖呢，当然你这样一包一包，就是讲我们所讲的一小盒这样买了，你不划算。OK， 我们是直接整箱整箱的 ，OK， 整箱卖的，而且今天你买一箱的是吗 ？OK， 我会送多一盒。OK， 这个酱是一箱啊。OK， 酱是一箱，所以每一箱里面来讲，是不是 ？OK， 它都有十盒，每一箱里面都有十盒啊。你今天 OK 买一盒的朋友，我会送多你们；而买一箱的朋友，我会送多你们一盒。所以一箱你可以拿多一盒，总共是十一盒，买一箱才有啊。OK， 所以我今天呢，两种两种这样卖啊。OK。买半箱 ，OK， 买半箱可以，半箱就是五盒，五盒没有送。如果你买一整箱，就是十盒，我会送多你们一盒，我会送多你们一盒啊。OK， 你可以掺麦片喝，你掺优格，你掺谁乐，全部都可以，没有问题。它叫做夏威夷 ，OK， 夏威夷果 macadamia，OK，、okay, 它不是黑芝麻的，它叫做 macadamia。OK， 来，准备好了没有？各位，来说爱心上来，说爱心上来啊。东马东马计费啊，我帮你看一下啊，忘记了，因为太久没有来货了，刚刚到，稍等一下，邮费，OK， 西马邮费啊，你买多少箱都是十块，你买多少箱都是十块钱啊，东马邮费啊。你买一箱邮费是18块，邮费是18块钱啊，邮费18块钱，我们直接呢用快邮寄过去的。新加坡来讲呢，哦，新加坡是直接加邮费的，哎，对吗？哦，新加坡邮费呢买一箱是18新币 ，OK， 买一箱是18新币啊 ，OK， 来，中午好分享了 ，OK， 来，所以呢，建议你们买一箱一箱买，因为讲真的不够吃的 ，OK， 你没有吃过，你可能会觉得很贵。OK， 觉得很贵啊！来，最近啊，每次啊，我们一冰东西上来啊，就有一个人按生气脸。小编，帮我看一下是谁按生气的脸的，然后把 screenshot 放在那个 group 那边，我看一下是谁来的。OK， 现在我们的直播每次一开播，一定有一个人了，有一个人了，一定有一个人会特地去那边按那个生气脸的。OK， 我就看对方有几多个小号，你按一个哦，给你按一个哦，我就 ban 一个。下啊，来，小编 ，OK。
现在 group 一下按生气的是谁来的？那个冰在那边的。然后你们注意看，只要有人按生气脸的哦，你直接跟他重新再冰过。Alex Lu 说这个小歪衣果分享了，谢谢你啊。Jenny Bong， 你按错是吗 ？Jenny Bong， 哦 ，Jenny Bong， 你按错是吗？马卡达米亚本身是对，它是属于怎样来讲呢？因为它大力，你不可以讲它是高价，它其实不算。哎呦，自己擦到自己的眼睛，啊了吗 ？OK。你不可以讲啊是高价，因为小粒跟大粒，我给你们看啊，可能你们该这样看，你们看不明显啊。一般上你们吃黑珍娜那些啊，它没有这样大粒的。这个啊，注意看啊，我放在我嘴巴啊。啊，看到吗？很大粒啊，还不是你们吃那种花生这样小小粒啊。来。一箱多少钱啊？一箱多少斤肉啊？一箱是 1.25 斤肉，一箱是 1.25 斤肉，1.25 斤肉啊，明白吗？ 1.25 斤肉，来开放下单先，88喝不了啊，我有88喝不了，所以小编记得88喝就要 stop 了。这样是一箱啊，买一箱会送多你一盒 ，OK。然后来先跟大家讲一下最后一批货了啊 ，OK， 最后一批货了 ，OK， 因为现在澳洲政府有控制这个的出口量，它的那个生产量低了，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批货啊，然后过后你们要买应该是要半年过后之类的 ，OK， 最后88盒啊，88箱啊，讲88箱，一箱里面有10盒，买一箱的朋友我会送多你们一盒。我会送给你们一盒，一定要分享直播一次 ，like 还有 follow 我们的主页 ，OK？ 来，你外面买来讲呢，还是你有去过那里玩？你去机场买来讲呢，机场都有卖的，他们算美金了，这样一盒呢，9.99美金，9.9美金左右啦，算10美金啊，你机场都会有看到的。如果你有去澳洲 ，OK？ 你有去 Australia， 你也看到了10块美金一盒，这样啊，这样叫一盒他们挂着的。OK， 我今天我们讲10块美金马币差不多40块了嘛，对不对？那今天在这里你买一箱 ，OK， 我送多你一盒，当然可以买半箱没有，好、哦，半箱没有啊，我、哦、只有80盒。OK， 来要的朋友啊，来听好啊，要的朋友啊，原味来的 Alistan，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任何的那种咸味，什么都没有，原汁原味，本身夏威夷果的，你没有吃过夏威夷果的，这一生人你一定要买来试试看，很好吃。真的是很好吃啊 ！OK， 80箱来听我讲，可以买半箱 ，OK， 可以买半箱，半箱就是5盒，半箱就没有送啊，一箱我就会送多一盒，半箱是5盒，半箱的话75块，要半箱的朋友打 A75+1 A75+1就是5盒，如果要一整箱的，一箱的朋友我会送多你们一盒，一箱只需要150块不了 ，OK， 不用400块，只需要150块就打 A150+1。如果你是要两箱，你就打 A150+2 C 嘛，你买多少箱油费都是10块，东马油费一箱18块，用快油啊 ，NKL 有没有收到？所以记得分享，现在开始就可以下单了的 ，OK， 现在开始就可以下单，然后你收到货了呢，直接开出来就可以吃了的，不用去弄这，不用去什么 ，OK， 你可以拿来配谁了吃？你要配哦麦片吃，全部都可以，要配你西瑞来吃，要直接当零食吃 ，OK， 这小孩子吃最脑部发育很大。很好的，明白吗？夏威夷果啊，大力的啊，我、哦、这个开了，我就直接吃掉它了。啊，直接连可烤的，明白吗 ？OK， 来，要的你们打上来啊。西马油费多少箱都是10块，多少箱都是10块钱啊。OK， 这鸡刚才有没有看到你下载了？给叫翁，叫我东马嘛，东马对不对？东马油费18块。OK， 东马的油费18块，来金花，谢谢你。记得先分享一次先啊，米勒，谢谢你啊。炒菜也是可以，中国不要重复下单，打一次就够了。每个人下单有下单的，你们打一次就够了，不要重复下单，一次就够了。OK， 这个厂家跟我们 Coco SA 的厂家是同一个厂来的 ，OK， 同一个厂来的啊，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啊。
面交的话你们就直接过来 OK 面交直接过来，它的 expire date 是到，我看一下啊，expire date 是到九月，到九月啊，明南安到九月，到九月，因为还没有防腐剂的哦。不过你这个你放心啦，一箱啊，如果你没有 control 啦，你一天都可以吃完 ，OK， 你一天都会吃完啦、啊。中翁不要重复下单，我看到你下单三次了哦，中翁打一次就可以了，打一次就可以了，除非你是要三盒，你要三盒你就打总数 A 一五零加三，明白吗 ？OK， 总之买一箱的全部都有送多一盒就对了。买一箱的全部都会送多一盒，什么叫没有反应？我都有看到你下单三次了 ，OK， 我们关播了才会 inbox 你的，不是现在马上 inbox 你的，我们关播了才会 inbox 你的，所以你不要重复下单 ，OK， 不然小编看到以为你要三盒啊，就给你记录三盒 ，OK， 这样我们就会算错那个总数啊 ，OK， 来，所以 expire date 我刚才已经回答了 ，expire date 呢是到九月。OK， 到九月份啊，到九月份啊，没有防腐剂的这个，你现直接可以吃好的，因为这种哦，你可以看啊，它连壳烤的，它是连壳烤的，这样每一盒里面呢、啊，大概有十五到十八粒，因为大粒嘛，所以它不一定，它可能有十五粒的，可能有十八粒，就看里面有大。Can bin the boss test 啊 ，boss test 不没有办法bin啊，因为我bin了，那个价钱很长，很长啊 ，OK， 很长啊 ，Luisendino 啊 ，OK。你问我四次，我跟你讲可以，可以哦。然后你每次你又不来，啊，你每次不来，你每次都是讲爽的。其实我很生气你一下，你每次骗我，因为你每次跟我讲你在我店附近啦，每次跟我讲在那里啦，每次叫我给你叫一碗饭啦，我其实我每次都有帮你叫嘞，每次哎都有帮你。你上次叫我帮你叫炒饭啊，我有帮你叫炒饭嘞。对啊，所以你人又没有来，所以我肥啊跟你有关系的，因为你每次骗我，然后虽然你每一次骗我啊，我每一次都相信你，但是最近我看了 YBB 的新闻了过后呢，我觉得朋友是最不可信啊 ，OK， 朋友是最不可信啊，所以瑞神的你在我心里啊，我等一下我就要去 unfollow 你了，哦，我就要去 block 掉你了，我不要，我不相信你了，我跟你讲，我突然间发现到啊，其实友谊啊，朋友是拿来骗的，所以瑞神的我不会再信你了。OK， 来，今天会卖苹果醋吗？会，我是直接两个的苹果醋在这里，啊，光头在这里顶着我的苹果醋 ，OK， 苹果醋在这里啊 ，OK， 来，苹果醋也是到货了 ，OK 啊，苹果醋来，哦，这里先讲苹果醋先，苹果醋要下单的可以啊，来，我开一下先，这个一箱。苹果醋没有一罐一罐卖啊，你不要跟我讲要买一罐一罐啊 ，OK？ 我们要买。OK， 来，直接进苹果醋，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在等苹果醋的。OK， 苹果醋在这里啊。OK， 每一罐都是310ml 啊，它是真的是发酵果蔬汁啊，它不是放那种啊，颜色调色料啊。OK， 所以这个是纯的苹果醋，海天的啊，你们已经熟了的啦。OK， 海天的啊，这个是海天的苹果醋啊，每一箱里面就是12罐，一箱里面12罐啊，这个你们放在冰箱啊更好喝。哦，当然你要直接这样喝也是可以啊。OK， 它的果汁啊含量最少有20%。果汁含量最少有20%啊，最少有20%，一般上5%都没有超过了，5%都没有超过。这个的果汁含量最少20%， OK， 最少20%，所以这样是一箱，每一罐是310ml。苹果醋嘛，刚才麦迪店邮费分开算的，因为重量不一样 ，OK， 它有它的重量，这个有它的重量 ，OK。不是讲我跟你包在一起呢，然后呢，那个阿邦就收我一次邮费，没有，阿邦也是分开跟我收邮费的，所以邮费我们没有赚你们的，没有赚你们的、啊。来，什么用处啊 ？OK， 来苹果醋呢？对于那种啊想减肥的女生可以喝苹果醋，还有第二种消化不良可以喝 ，OK， 消化不良可以喝，有胃气、胃胀风的都可以喝苹果醋 ，OK， 都可以喝苹果醋啊。明白吗 ？OK， 有什么用处已经回答你了啊。299还有吗？有 ，inbox 下单啊。所以收听要来有 John Hoxton 啊，记得帮我分享一次。OK， 邮费是另外算的。这个的邮费来讲啊，我看一下。哎，我电话呢？
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邮费啊。苹果，给来苹果醋的邮费，做个嘛的呀？苹果醋的邮费也是一样啊，你买多少箱，邮费都是15块钱，不管你买多少箱，邮费都是15块钱。这个是西马哈，东马寄不到 ，OK？ 东马寄不到，我嘴巴这么，东马寄不到啊，东马寄不到，东马我没有办法寄液体，所以这个苹果醋只有西马的朋友才可以下单吧。OK， 只有西马的朋友才可以下单报啊。西马的，你买一箱、两箱、三箱、四箱 ，OK， 邮费都是一样，15块。OK， 邮费都是一样，15块啊。每一箱里面呢，就是12罐，这样是不是一箱？糖分不高的 ，OK， 糖分不高的啊。来，我给你们看它的糖分。OK。哦，糖分不高了，因为它的含量呢是有糖分，也有苹果汁，也有食用盐的，所以它不会很甜的。OK， 不会很甜的，明白吗 ？OK， 来，Apple can buy 6 bottle 不能，这个我是一箱一箱出的 ，KY 用一箱一箱出的，我没有卖6罐的，因为其实外面有卖单的，一罐的，然后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如果你在外面单买一罐的，现在的价钱去到六块钱一罐。这个到2022年啊 ，OK， 来，真是的，不能寄不到，我会被退不来，喝几罐会瘦啊，瑞森丁诺啊，这种这样的问题你去问科学家啊，我回不到你哦，因为你今天喝了一罐啊，然后你跑去吃5只炸鸡啊，然后我就会送你三句话 ，OK， 多告语，为什么 ？OK， 吃喝一罐吃6只炸鸡 ，OK， 来，Aspire 在明天已经回答你了啊，到2022年啊，这个会到2022年，看一下 ，OK， 会到2022年啊，因为啊每一罐哦超过啊可以到2023年哦，因为每一罐呢、啊、可以放三年嘛 ，OK， 来苹果醋啊，来听好啊，外面你买单罐是6块钱一罐，哦这样来讲呢多少12罐，12×6等于多少？光头，12×6等于多少？72啊，所以买单罐呢 ，OK， 是比较什么的啊？我们讲说比较贵的 ，OK， 我们是整箱，因为这个是批发价，然后我们再赚一点点。所以如果这个苹果醋要一箱的朋友是吗？来，价钱现在是因为它价钱一直不定了，哦，这次的跌价了哦，上一次是48块一箱哎，上一次48块一箱哎，现在跌价了，来，现在这个是42块。一箱啊，42块啊！要的朋友，你们打上 A 42+1 ，OK，A 42+1啊，哎，打 B 啦 ，B 42+1啊 ，Kimin Young 肯定好喝，你放在冰箱更好喝，你放在冰箱会更好喝。Stanley 蛋没有在啊，不然 Stanley 蛋每次都会买的 ，OK， 42块一箱啊，跌价了，上一次是48，对不对 ？OK，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这么每一次我们的苹果出的价钱都不一样啊，大概原料的价钱。他每一次来货啊，本钱都不一样，他本钱都不一样啊，然后又跟着那个汇率，啊，因为毕竟啊，这海天啊 ，OK， 这海天是中国十大企业之一来的，他们不只是做苹果醋罢了嘞，你看啊，蚝油啊、酱油啊、料酒啊 ，OK， 这些啊，全部啊都是海天的，海天酱油啊，你看到吗 ？OK， 麻油啊，全部这些都是海天的东西来的，所以啊，很大的。它是很大的公司来的，来看啊，这些全部海天的，白米醋啊、味极鲜啊 ，K 鲍鱼汁啊、香油啊、麻油啊、英国粉啊、这个鸡精粉啊 ，OK， 姜葱料酒啊，这些全部都是海天的东西来的，放在冰箱很好喝，冷冷的，对，放在冰箱特别很好喝 ，K 蚝油啊，哪看到吗？上等蚝油。全部都是海天的 ，OK 啊，所以苹果醋要的你们打 B 42加多少箱？邮费啊，只能寄西马不了啊，东马寄不到，东马寄不到啊，所以你西马的朋友，你买多少箱都是一样，15块钱邮费吧？可以叫助理去开一下我的 message 吗？可以，但是你不要一直 spam， 因为你一直 spam 呢，那个信息啊，你的信息越跳越高了
对，买几箱邮费都是15块。苹果醋，马卡拉面多少钱？马卡多面半箱是75，一箱是150，一箱是150啊。OK， 半箱75，一箱是150。OK， 来给你们看马卡拉面。然后马卡拉面如果买一箱，我是有送的啊，我是有送多一盒的啊，一箱里面是10盒吗？买一箱的都有 extra 送多你们一盒，所以总共你们拿到就是11盒。买半箱就是75块，没有送。OK， 没有送啊，明白吗 ？OK， 所以你们自己下单，要半箱的就打 A75 加一，半箱是75块。然后呢，要一整箱的，要一整箱的就打 A150 加一 ，A150 加一啊。OK， 来米娜，你是要10箱对不对？你打 B42 加10就是10箱了嘞，就是10箱了，买了很好喝，谢谢你啊 ，Enano。OK， 没有 try 过朋友，你们可以 try， 你们可以 try 这苹果醋，真的很好喝的，尤其是放冰箱特别好喝。OK， 放冰箱特别好喝啊。OK， 特别好喝啊，因为这个它有卖单罐的，如果你们有去 Shopee 啦，在那看有卖过单罐的，我是看他们价钱有时是5.5块，有时是6块一罐。OK， 6块一罐啊。OK， 来。带黑蛋啊 ，OK， 哦，有分享，现在挑出来 ，OK， 有分享要下单，直接可以下单了的，所以今天是直接两种啊，马卡拉米亚就是一箱150块，送多你一盒，总共就是11盒，总共十一盒，你可以选择买一箱，如果你不要，你要半箱，半箱的话就是75块 ，OK， 半箱就是75块，看看苹果醋多少钱来。苹果醋 ，OK， 每一罐都是310ml 啊，然后这样一箱啊，一箱里面有12罐，一箱里面有12罐啊 ，OK， 一箱里面有12罐，它最少有20%的 ，OK， 果汁含量的，那么一般上没有超过5%的，我们的20%，如果要买海天产品，可以上门购买吗？可以啊，很多人就是来我们这里买这些海天的，这酱料啦，每个月来买一次啊。你们自己有煮菜的，你们可以过来我们这里买的，还是你直接要 inbox 下单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啊。来啊、，OK， 这样，所以有看到吗？那位 Connie，OK，、okay， 所以12罐啊，每一箱里面12罐啊，现在的价钱是42块一箱，跌价了。上次我卖48块的朋友不要生气 ，OK，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做么这个苹果醋的价钱，我每一轮卖的价钱都不一样，因为每一轮买来的本钱都不一样。OK， 它每一轮来的本钱呢，它会跟着颜料啊，它会跟着颜料起伏，所以它价钱都会不一样，它价钱都会不一样。这次是42块 ，OK， 所以上一轮买一箱48块的不要生气 ，OK， 因为这一轮跌了，它颜料又跌价了 ，OK， 所以如果是要下单苹果醋的呢，要一箱打 B42 加一，要两箱打 B42 加二 ，OK， 打 B42 加二啊 ，OK 啊，绝对是用发酵蔬果汁啊。来弄啦、啊，不是说啊放那种啊色素啊，放那种食品剂啊来给你弄出来的，这个是真正发酵的苹果汁来的、啊，蔬果汁。OK， 所以哦，如果你们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啊，你们肚子觉得很腻啊，女生要减肥啊，胃胀风啊 ，OK， 消化不好啊，你们可以喝苹果醋。苹果醋10箱还没有收到令啊，你等关播我们才会发令的。OK， 关播我们才会发令的、啊、然后这个邮费你不管买多少箱都是15块，西马而已啊，东马我寄不到啊，因为这个是液体，寄不到去东马。OK， 寄不到去东马、啊，所以如果你是说西马的朋友，你好像米南这样啊，买10箱都是一样收15块钱邮费。OK， 十箱都是收15块钱邮费啊，你看被吃到完了，够力。你是负责哪？等一下要收钱的，你知道吗？阿妹，等一下跟他算钱。吓到喽！OK， 跟泰国妹算钱啊。OK， 来，米小姐，有下单。给、okay， 水米娜稍微等一下啊。OK， 关播了才会发的。关播了才会发的。那 Harvest Macadamia， 那这个呢，我要做 sample 了，你们要吃到完。拿去喽。我要怎样给人家看？你又给我收钱，这里不是有咪？什么这里有？这个是新的。啊，你拿掉了吗？刚才来，它是这样大力的，这样大力的啊！但是你们要等啊，等我们讲说你要，你直接打开就可以吃了的，懂吗？敲一下就可以了，它就是这样大力的。
啊，你们没有看过这样大力的啦，因为马来西亚你很难找到这样大力的。这样大力，直接吃。太过分了嘛。OK， 他叫小歪一锅，哇，这个我跟你讲啊，配酒喝一流啊。姐姐喝酒配这个可以吃掉一箱了，我跟你讲，不是开玩笑。所以很多人担心啊，买一箱啊吃不完啊，我跟你讲，没有吃过你就会觉得买一箱吃不完。喂，你吃了一次啦，你一箱啊可以饱到一个月啦，我讲你厉害了。要苹果醋打么？要苹果醋打 B42 加多少箱？如果要一箱就打 B42 加1，要两箱打 B42 加2。 OK， 油费你买一箱两箱三箱到十箱油费都是一样，15块吧。OK， 15块吧啊，所以你们自己打上来啊，可以来。然后这个小歪一锅半箱就是5盒，要半箱的打 A75 加1，要一箱的，一箱是10盒，我再送多你一盒，所以总共11盒。要一箱的就打 A150 加1， A150 加1啊，就是150块。 OK， 100% macadamia nut grown in Queensland 啊，它是 Queensland 那边的， Queensland 那边种出来的100% 啊， macadamia nut grown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的，所以它是 premium grade 的， premium grade 的啊。给来，食物的卖完了啦，你们有什么要问的？有很多人很想要问那个锅子的，对不对？看你们的样子都是。哦，吃完了，是不是很多人还在看那个锅子？是吗？有没有人在看那个锅子的？错模人，没有那个水鸡精的冷水哦，不冷呢。是我刚刚喝了啊，水鸡精的。今天的那个不冷。哎，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海浪，顺便给你们 scan 一下啊，美美的。如果你们在路上啊，你们有看到这辆车啊，就是我们来的啊。哦，在路上有看到这辆车，就是我们来的肖郎啪啪照。OK， 刚刚粘好 sticker 罢了。这个是我们到时我们的打工队，就是我们会去哪一个州。OK， 当然现在不能啊，现在 MCO 嘛。到时呢，我们会全马啪啪照。OK， 去见我们全马来西亚的粉丝，就是这辆车了。OK， 你们在 Highway 看到啊，就是我们了。OK， 就是我们了啊，那肖郎啪啪照。OK， 在路上看到啊，换两声啊，有时可能是傻义在那边开的啊，因为傻义有时去买菜啊，开这辆车去买菜的，开这辆车去买菜的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拍照下来 ，screenshot 下来，到时可以去 scan 一 scan， 还没有订阅的。啊，你们拍这个下来，我给你们截图啊。5 4 3 2 1啊。哦，所以这辆车呢，它有可能呢会出现在怡保，也有可能出现在酒后，有可能出现在丁家奴，也有可能出现在基兰丹，总是全马来西亚呢每一个州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但是不是现在啦，我们等那个疫情好一点先。OK， 疫情好一点先啊，所以你看到呢肯定就是我们了。肯定是我们了啊，可能你换两下啊会有礼物拿，看光头咯，光头如果开心啊，看你在路上啊驾这辆车，人家换你两下啊，可能他会送一包零食给你这样。啊，对，然后顺便啊给大家知道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辆车我们是全马来西亚跑到完的。 OK， 所以如果是有商家你们要你们的 logo 的，你们公司的 logo 的啊， OK， 跟着我们全马来西亚去跑，要打你们的知名度啊，好像 Grab 啊，你们每次看到上面有那个 KFC 那些的、啊、你们要打知名度的， OK， 你们可以跟我们讲， OK， 好，我们有做这样的东西对吗，光头、啊、可以把你们的 logo 你们要打广告的， OK， 我们有留很多空位哦。
啊，很多空位，如果他们要打广告了，跟着我们啊，走全马来西亚，跟着我们啪啪照咯、啊、你的 logo 跟着我们啪啪照、啊、去到哪里啊 ？Highway 啊，赛车，哎、欸，一下，哦、对，你的 logo 在那边哦，人家看到了，认得你。对，然后尤其是如果你是有一些新饮料啊，你要推广去全马来西亚的、啊。OK， 你不只可以连 logo， 你可能可以安排一些 free gift 给我们去到那里帮你们给那边的粉丝。OK， 来有收到啊、哦。也来说爱心上来啊，那待会看回重播的，如果要下单的可以 direct 直接 inbox 我们啊。然后刚才下单的，如果你们自己来拿呢，就不用给任何邮费，面交免邮啊。OK， 免邮啊。哦，原来是我的评论。OK， 来 ，last call 给你们下单。来，这个 Macadamia 小威果要一箱的，一箱里面有十盒，我会送多你一盒，所以总共是十一盒。要一箱的打 A 五零加一，半箱就是五盒，要半箱的打 A 七十五加一 ，A 七十五加一啊。苹果醋，海天苹果醋，每一罐310ml，每一箱里面呢有12罐。OK， 每一箱里面有十二罐啊，有十二罐。要苹果醋的打 B 四十二加一，要两箱就打 B 四十二加二。人可以跟你的车一起啪啪照，人可以跟我车。我是觉得啦，我的车载不了人。载不了车，因为我们每次出去啊，我们应该大概3个人到4个人，然后还有我们的摄影器材，还有我们一些直播器材，直播器材载不到人了，车尾都不能哦，车尾我们放几只灯加下去都塞不到人了，好，车顶哦，把你绑在车顶哦，人也是把你绑在车顶不了 ，OK， 绑一个 Mr. Bean 的手法喽，现在那里又不能去了。能去的话、啊、我们都想到处去槟榔啊找你们一下。对啊，如果没有的话，诶那诺来有看到一下单了，我们先关了啊大家。OK， 拜拜。